现在原来调了那个180度，到现在那个温度时间也就是开的时间又就是35分钟左右就水已经开了，开始滚了，水已经滚了。我首先把这个，把这个打开了，看看那个水。搅拌，那水已经滚出来了，开水已经滚出来了。需要的时间是35分钟。先调了180温度。那这个搅拌可以调快调慢的，调快调慢都可以。啊，可以了，现在水已经可以了。把那个盘拿出来，要小心那个温度比较热，要小心把那个手控挡那个手好热，把它弄伤就麻烦了。啊，现在把它那个温度加热关了，那搅拌也关了。温度搅拌也关了。你如果要倒料的时候，你把那个全部撤开，然后把这个，那搅拌那个拉出来，然后再舀这个就可以下料了。这个可以等这个温度降低一点点，就把它拉得出来就可以了。把这个顶上拉出去，这个顶上拉出去就可以倒料。